春春呢马上要唱的这首歌呢，在我们的 Music Radio 当时播出的时候反响非常强烈，因为这首歌你们怎么都知道呢？那我不多说话了，掌声有请爱的太傻。谢谢。牵着你的希望，为你失眠的时光，每个夜里陪你回家的人永远不是我。夜空灿烂的烟火，一瞬间的挥霍，最后伴着心中的落寞
这个抒情歌春春唱的真的是很好听，这是不是第一次给韩剧唱那个主题歌？是的。啊，韩剧经常看吗？不经常，不经常看。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唱了这个主题歌以后，这个韩剧的收视率就猛增了。